出来那个青春洋溢的感觉，然后肢体整个很完美。因为我是我自己的品牌，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，我真的是很想要找你们代言。你们给我们的观众那种非常清新、非常有活力的感受。说话算话哦。啊，身为厂商的人努力。刚刚厂商有说有侵略性，有时候可能会是一种他们考量点。是，但是我觉得自然的东西不等于没有侵略性。是，你们刚完全侵略了我的心，就是在不知不觉很自然的情况下，整个就是啊，就是被乱箭射中，就是完全侵略到我的心里。对，那个我要去领钱预购你们的单曲。我太喜欢这个组合了，宅男回忧。哇，我怎么爆发？天哪，黑曜精灵 ，Oh my god， 这个组合太棒了，真的完全虏获我们所有人的心。然后我真的觉得，就是这个组合就完原地出道就好了。对，真的，还是要归队啦。还要归队啊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出完单曲再归队。